デジーナ、可以呢，我觉得该打很痛苦。没有，好险啊！它自动就会下来了，是吧？
我跟在你后面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就是用讲的，我你讲话我常常听不懂，所以我还是跟在你后面好了。要不要拍？哦，就难得天气好。我觉得雪很少。啊？干嘛？可以拍啊。哦，你要帮我拍啊？不然呢？哦，好啊。我本来自己，如果你叫我拍照，我就自己要拍照。拍到什么？好暗，哎呦，亮到我看不见。好吧，好吧，今天我还没，我拍一个景，哦，拍不下呢，太直的。好久没有来苗场，天气大晴。你要不要我帮你拍一张？不用。好，然后怎么滑？就往那边。然后就跟着你就对了。那个班，朝着那个班。我看看这个我到底能不能滑，我觉得很紧张，我会怕。你先走，我跟着你。也挡住哎、欸，下面过去，往左绕，爬一下就可以了。7654321就到了，是不是？脚酸。
在上面贴的是说8号14号，只有土日才有，所以我们没有。哦啊、对不起，哎、欸、呀，算了，也看过了啊，我看过了啦。你说烟火？是啊，我们不是一起在庙场看过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在录影，还是有录影？搞不清楚。苗场迟迟不更新，使用普通人工票，他盯着我的手看。嗯，他也是看我的手。嗯。因为这个可是要大苗场山的票。那我这样只有个11，他主要是看得到，我的洞很小。啊，是。嗯，你看我的洞。可是他看到11就算了。嗯。说反正你如果。过去被抓也是你的事，然后啊，就背后带着一大包。嗯，这次唯一就是没有喝的，
冲去吃饭喝水。冲去。那现在几点？十点半了没？例如说地方一打开就在那边卡半天，因为它全部的广告都玩不到多久。小动物在山边看我们吗？对啊，后来觉得那个动物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就是什么卡摩西卡还是什么？对啊。卡摩卡摩要怎么办？什么路？对啊，四角路，路本来就四角。我是觉得他的车子好像更新的，你就是觉得看起来很新吗？我看上面是雪板的刮痕，正上方是玻璃油。Year of production 2001耶，2001，那这样好像不可能是新的、啊。十年前，2001，二十年前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还是他有油漆过？还是要换玻璃？不然我觉得玻璃不可能那么新啊。正面玻璃。嗯。而且刚好没看到他在发保护套，不过他的雪板架，他有雪板的架，外面。哦。就不要拿上来。应该吧，但是我看到这边还是。你看它滴水，你看它滴水，它会滴下去耶，哪有这么好的玻璃啊？这个玻璃很好，我觉得。惊叹它的玻璃，这样子拍照很好。观光用途、啊。但是也有可能以前我们在移动的，对，在做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都被雪弄死。
其实脱了一件也感觉不大出来，好像有凉一点，又好像没有。我这件太暖了，帮他拍照。哎 ，Cortina 的罩罩，上面还附了 emergency coat。嗯。有没有哪里有晒太阳？你要晒啊？因为外。因为外面很亮，哦、这样下去看起来好可怕、啊，唰下去就下到底，然后再拉上去。嗯、我不知道这个戴好，接着来录音，好像走得很快，不用录音拍照。录音哦。奇怪，就是西卡，就是他会不会喜欢爬壁啊？有啊，上次看到就是在壁上。不是，我是说这样很垂直，他就是要站在上面的。跟羊一样啊。嗯，好像有点太亮，眼睛有点受不了。我看到。广告学鞋旅游，走雪，你对走雪有兴趣？Hiking， 走的累死了，我才不要走雪，用滑就好了。我看中间都有时间。对，还要十分钟，可以吃吗？啊，可以吃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滑道也要十一点。要怎么滑过去？就是一直坐缆车，一直往右，一直往右滑，最后才到了。嗯。然后他每个缆车就大概要坐三次吧。他每个缆车就好像几乎都是 romance cup 去的。他的湖还是湖哎、欸。你看那边好像，还没有，好像应该拍一张的，但现在被树遮住了。这种痕迹到底是动物在走还是雪球滚下来吧？哎，好，在那。这种直的，我觉得肯定是雪球。你要不要拍啊？漂亮哎、欸。这里很漂亮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拍？你把就好。啊，你不要、哦。我这里有点远。我看着山上，看有没有小动物。天气温太高，还不用把它穿衣服嘞。这样有几度啊？这样是零上了吧？我们的体感是这样。啊，昨天看气象预报说是零下，奇怪，我觉得不是零下吧？为什么不是啊？现在是用 Povo 的，他说现在是9度，
使用精确位置。这样血还不会花掉。这是副酒艇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位置错了。对，位置错了。又多了两条线，丑，很丑。好，算了，就这样一直把我们这样载来载去，真的是翻过山翻过山把我们载过去，真辛苦。我们住两天旅馆，所以他就直接给我们三天的票，是吗？对啊，其实这中间，汤泽现在一度体感的一度，就这样。那这里呢？汤泽，他这里就算汤泽哦。下午一点开始多雨，然后晚上七点开始下雪。哦，晚上吃什么？晚上看你要吃锅还是吃什么，他的 restaurant 都有开哦，可以吃锅或者是吃饭。我们之前好像也是吃什么，吃墨汁锅？哪有？不可能。有墨汁哎？对啊，这里吃墨汁。我印象中。我们来滑雪，跟你姐在这边有吃过一次锅，但是不是模子。我印象中是那个时候，你一直从那之前跟之后，你都有模子锅，你都说、哦、要吃要吃。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被模子锅骗了。模子煮好像是软的，煮才好吃，锅不好吃。锅好像生的开始煮，好硬啊。没看过熟，没有看过软嫩的，都被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只看这一段的话，感觉它就是在山谷之中。嗯。然后苗场都是 Romance Chair 的话，就表哎不，田带都是 Romance Chair 的话，就表示田带可能受到风的影响不大。所以我才问说，万一明天这样，就是龙缆没开，要不要坐车来？不知道，要多看看。但是只有下面的话，好无聊哦。那难道我明天就来飙个上班吗？啊，你要上班？那我要干嘛？你让脚休息啊。那我们到底来这里干嘛？只来三天还不认真滑，我没有要很认真啊，那脚 OK 就好。
是说这个雪看起来没有很那个软掉的感觉，苗场那里有一点点。我觉得它的楼梯下楼好可，应该会很可怕。什么楼？刚刚出来的口的下楼应该很可怕，因为它是那种硬的，它也没铺个那种黑黑的那种软软的垫，我就觉得那种硬对硬很危险。现在在这个季节来要坐龙缆车的游客要怎么过来？我觉得那个楼梯只有游客会用到。楼梯？什么东西呀、我们刚刚不就走路从六号馆出来的楼梯四阶？哦，你说那个楼梯啊？对啊，不然你在说什么？我以为你说上缆车的。没有。我现在整体都凉凉的。有吗？是这个是？你说什么？时刻表啊，国际大卡啦。有啊，他有写最后回来。我记得最后回来是3:30还是3:00？前辈什么什么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打错了，这是什么？你在看车的时刻表吗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那里有写回来的缆车最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手不要用你的脏手摸，用手摸好不好？不要手套摸啦，你手套脱掉，快点啦！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看不到，太小。反正你看，它有王子跟那个之间吗？他就去夜后汤泽了。哦，好像王子跟田代这个简图是感觉是20分钟。坐巴士的话，坐巴士跟坐缆车一样久。到了。没有。那要带起来了。就去吃饭了。就去吃。应该我们11:45了。吃饭，然后。也没有很早了。我只吃一个蛋糕，我饿了。对。我帽子还是很歪吗？你可以帮我调整。这样。好像我转过来好像好多了。你知道你之前是这样子，帽子往这边，然后眼镜往这边，所以帽子这样，眼镜这样。现在就好了。不过你现在头发全都进眼镜了，进眼镜。没事啊，我好像帽子有点松哎、很松，难道这很难弄哎、那个只有接下来才能弄。好，吃饭的时候弄。要拍那个田代的那个照片吗？每次必做。有吗？我们拍的是苗场的。没有啊，我一下来的话，旁边应该会有一个牌子。布条不是吗？对啊，那这次拍有没有？
现在是要用穿着鞋子走过去，还是人走过去？看你要怎样。
话就要再坐一次，就要再坐一次缆车，就会离吃饭更远一点，但是可以先拍到风景。哦，不然下午天气就不好。嗯，而且这道是绿线，这是真正的绿线。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啊。哦。那往湖那边而已。哪边？就是这条，这样一直走过，就是面向湖、啊。然后接着再坐这个缆车上来，然后就往右边去。那这旁边好像有一道不压雪的松雪区，以前雪雨叫我们出来的那边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留，好像都是压过的。可能吧，那好像就是虎哎、欸，再拍一张。叫那么凄厉干嘛？拍了，我也拍了。好像就这样。嗯。好像，那就。你要滑这边吗？你要进去啊？你不是说要？我问你要不要而已、啊。我看看会怎样，好像。Thank you.
红左绿，那就下啦。直冲哦，直冲，很远哦。你看中间那一道很远，对，从多。前面的都很温柔，这样把你接着。我就觉得我接近你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嗯，这种应该用不着拉吧。结果那边就叫起来了，呼呼呼。嗯，呼呼就那个。他上去了。刚碰了怎么办？我没有带那个，我忘记带了。我就想要。就是在棉花给我那条泰国药膏啊、哦，那个我好像擦了有好一点。然后后来我今天拿，因为它一大条，我不想带嘛、嗯。然后我本来就想说，我不是要给你小盒子装 AD， 我想说那我也可以拿来装那个药膏，装、嗯、一点带来。然后我没带，现在痛痛的，好烦啊！就现在痛痛还好，怕是明天更痛，就是又回到那种踩了就痛，我就死定了。现在只是痛痛，但是踩没有关系，但是怕是踩了就会痛，我就会很惨。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穿鞋子就痛。嗯，不过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之前有那种，而且是只有左脚，就觉得脚跟被夹那种，最后就只好猛练右脚，然后好像跟我一种踩的姿势有关。嗯，我是穿鞋子就痛。而且那个时候痛的时候啊，坐在椅子上也会觉得脚跟还是在痛。嗯，我脱掉鞋子就好了，走路都不会痛，只是穿鞋子就痛。嗯，你觉得这也是小动物吗？都有点埋掉了。如果是人的话，不会横着走吧？都没有看到它。这样子，你觉得人算是多还是少？少哎、欸，嗯，还好，好像没有昨天多。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，成人日到底是今天还是昨天？昨天啊，新闻都出现画面了，不会是今天？是啊。我的鼻子都有在里面齁。嗯，现在才到了这边，顶多变负二吧。也觉得手一拿掉拍照也是觉得没有冷啊，没有冷，没有冷，对啊，有太阳晒的，就是这太阳还算有用的太阳，整天蓝天哦、喔，像我戴这个我还感觉不出来，我戴的是旧雪镜、嗯，太阳遮住了，一颗雨，这时候看得出太阳很圆，废话，太阳有不圆的时候吗？太阳不圆的时候吗？太阳有你没办法看着它的时候，你不是太亮吗？对啊，当然当然，常常好不好？几乎是没有办法看太阳。对，刚刚看可以看到它很远。有，我也有看。就是除了台湾人多以外，也有很多外国人。我觉得外国人还好，我真的觉得是台湾人多。但是，今天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冲很快的。出口，嗯。第二件事是今天车也没有做到超满，嗯，所以没有像上一次那种六日大爆炸，嗯，那种全
全东京要滑雪的人都那个了，都坐上那种那个新干线。嗯。那个女生那个雪地放椅子上真的就没有人坐哎、欸。谁？那个位置真的就没有人坐。嗯。坐你旁边的啦。哦，因为车没有满啊，他可能想也不会有人故意去按那一个。嗯。我就在想说，不管是不是自己按的，嗯，那个 JR 给座位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嗯。在我昨天飞机，我记得我在还没有进去，然后反正总在那看位置的时候，我是17A、17C 哦，然后后来 B 也有一个很大高大的外国人坐下去，那他很挤啊，他应该腿很挤，他一路都在看影片，嗯，对啊。嗯，好像是。那我先闭眼睛休息。我真的睡很少，我一点半才睡、欸。嗯，又在瞎忙，看看行李，拿出来再放回去，然后补一补。然后我就一开始还找不到你的牙刷，因为那时候我要去大阪，我不用带你的。然后就找不到你的。然后还好我是丢在餐桌上，小桌子上。还是这个雪还是跟北海道比还是硬啊。啊啊，你觉得呢？很好了。你看这个就全都变水滴了。嗯，就很湿啊，鞋子上也是。我是黑色。嗯，所以根本不用多花100块，他们只是精简人力。嗯。我人在瑞库躺在车站内的。嗯。塞不下，只好弄两个，800。嗯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，我觉得你那个可能掉粉下来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。知道、哦。我在那边撸那个。因为你的口罩上有黑血血。嗯，对啊。所以我就让它进它寿命的这个血迹，就让它进寿命的最后一次或两次。那你要丢在这边的垃圾桶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说某一个最后一个雪场的垃圾桶里？嗯。就放在房间垃圾桶里就好了。我只要不发生一件事情就尴尬，就是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脸上有一圈黑的，只要不发生这件事我就都可以。什么叫脸上有一圈黑的？就是它一圈黑的印记在我的脸上的话，我想到最差就是这样。像这样一个小房间是能干嘛？不知道。不过你看这里的痕迹就真的没有很厚。对啊，刚刚连超滑的。对啊。像刚后来大宫就有一个老阿伯，就抓着雪板就上来了，这样。阿伯。抓着 ski 了。就是那种小布包，然后看得出来有两根在里面，他就这样抓着，就是就进来了。嗯，板子嘞？啊，板子嘞？就是雪板啊。哦，有板子啊？没有啊，就是一袋，有那种可能比较以前流行那种袋子，扎起来，看得出是 ski 这样。这是 romance chair， 慢腾腾。因为怕是没有放音乐的，哦，好慢哦！我刚才想说快到了，我眼睛睁开。你要跟我讲哦。哎、欸，因为有裤子上有水，我穿这条来是因为我觉得那条的确比较不防水，然后穿这条就好了。据说
昨天下午有下一些雨啊。有下过雨的状况下，雪就变得比较黏腻了。还是人很少的感觉。这是在教学吗？爸爸教小孩。嗯。这么小就教。他要是不受控的，越来越远。我们现在往哪边 ？X2 那边，一直直直走过去，绿绿的就快快滑这样，滑去下一个了。立刻。
怎样？你也爬上来？我看你上来，我就跟着上来呗。那表示你冲的速度跟我一样快。我是看到线掉了，所以想把它勾一下。勾好了。这里人好像就多了一点点。像他们抢缆车。城墙。我都没有帮你拍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完成。那我自己拍。田带湖吗？现在就觉得这个直直冲过去这样以前这里很害怕的，在那边挣扎吗？挣扎，对啊。我们苗场就来过两次。嗯，好、啊。第二次感觉没伤到腿。哦，对啊，我的感。
点吗？困了，我好。一直靠左边滑的，一直靠左边。所以你不会叫我一路冲过去吧？用冲的是会比较好了，不然就要退。其实我现在滑起来像是春雪的感觉，化掉一半的，化掉一半的那种，啊，湿湿的，现在就变三月了。这已经11:45了耶，妈妈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多了一趟那个。哦。一趟坐了那个长长的，所以你觉得12点会大哦？应该差不多吧。现在下的话就是，它的路线什么 X Y 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其实从王子一路过来就这样，王子那边是 A B C 啊。嗯，对啊，它好像越右边就越字母越大。嘿。刚那个其实一路我还会觉得我冲很快。刚中间有一段直冲的话，我觉得速度应该有到40-50哦。我看看哦。你要现在看？你有开吗？我没有开啊。不开吗？嗯，不开了，因为那个只能在那个站上分享，我觉得无意义。你可以自己截图啊。
他不会啊，完蛋了。他说通信不好。哦，因为他白的原因是因为他抓不到地图了，但是他路照样路，他只是要给你看那个线。那他现在知道我在哪了？知道了，他现在是开始点吧？这个地方就是龙缆以前的部分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别的图都不进来？你现在不，你现在就关掉，是 不用看，不用看。我在跟他换雪场，不用换了。我要签成填填、啊。哦，你要 check out 要 check in 哦，好、啊、也可以啊。我觉得没有必要，两个就连在一起就好了。你 check out check in， 那现在这一段到底是怎样？他也变白的原因是因为他兜地图慢吞吞。不是啦，是因为他现在在这里啦。他刚刚一开始我们还在搭龙缆，我应该就要换地区了。哦，没差、啊，就让他现在这样，现在4G、3G 而已，很惨。现在很这里信号有点不好。刚龙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啊？他只有3G。哦，所以连你也速度很慢。这样3G 的流量，它到底要不要算钱？什么意思？它已经很慢了。那这部分如果我用了一枚，它要不要？它要算我4G 的钱了？反正是算容量啊，所以我现在没有 check in。这里是通信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。哦，他想 check in 也不行。太烂了吧！所以我才主张你不要切啊。你说反而他就回去会连起来，对啊，他会连在一起啊。那怎么办？我就是弄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弄到也没关系啊。你到了和田下午再弄。那你去下来试试看吧，信号应该差不多。哎，已经没有蓝天了。哦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刚刚拼着拍照就是。到预报感觉必须要拍一拍，不然我之前都会说啊，之后再拍啊什么的。没办法，这里没网路哦，很恐怖呢。你的公司的有没有网路？应该都差不多，关不掉。哇，完全连3G 都没有了。下缆车试试看、啊，能接受哈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这个缆车我就没印象，我猜是往右边晃。有有有，好，那就右转的对。右半边是黑线，左半边是红线。不是啊，还要再往左边走吗？往左靠，因为往左靠是红线。欸、那有左边跟右边，左边有红有黑，右边也有红有黑。然后它好像从十数到一就到了这样，还是一数到十？一数到十。要走 Z1、嗯、是吗？嗯，都到 Z 了。待会等我，我看一下我的 check in。你看有人好像从上面滑下来，我是说轨迹正在滑。嗯，那里好像有一个 gate， 那是雪场外。完全没有网路，如何？完全没有收讯，是连手机圈外，现在都圈外了。而且我觉得手机现在手拿出手机又比较冷。你有把它塞回？没有哎、欸，把它拆、嗯。看到蓝蓝的湖了，太阳的最后征兆。
着你，嗯，带我去吃饭，走。这边吗？我糟糕了。